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佩音。今日是新历的113年3月26号，旧历的2月17，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苏西乡永国小西边校门口通行视线不良，乡长苏伟俊前往会勘了后，决定哦画这个黄色网格啊线，提升学生的通学安全。河滨完美里几啊条道路年久失修，路面破损阁比较真严重。官员林宗翰要接到管府公务处来会勘，争取路面改善工程。河滨消防分队甲河滨镇公所合作，针对学区内常发生火灾公墓采集的取水站，也来出动抗击机，伫咧公墓巡逻甲取缔。好，来乡亲的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苏西孝阳国小西边的校门，讲这个通行视线不良，那不是倒好志工指挥的通勤时段，容易发生着小事故。苏西乡长苏伟俊因此就来会同着公所团队前往现场会勘，甲学校来研究，讲要伫咧西边的校门画这个黄色的网格啊线，更是教师林嘛来提升着学童的通学安全。沙山校园国小西边的门是学校车辆进出的主要入口，门过西边的门通行视线不良，那不是有倒好志工的引导，容易发生车祸事故。沙山乡长苏伟俊也特别到现场会勘，甲校方讨论改善方式。啊，所以如果说在导务老师跟导务职工呢，在没有知情的情况下，好、哦，那呢有时候呢会有那个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好、哦、危险的状况。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必须在第三呢设一个那个黄网线，好、哦、啊。那其次的话，在我们在更西侧的地方呢，好、哦、这个路口的话，那车子呢蛮多的，而且呢整个速度也蛮快的，好、哦，所以因此为了确保人车的安全呢，我们建议呢能够设置呢闪光灯。那么在小阳国小的校门口的西侧哈、哦，这边也有一个出入口，那我们到现场来会看啊，这里是一个出入口，那我们希望啊来他们有建议啊来把这个路口来画一个网状线哈、哦，那希望说这个网状线画起来，让大家在出入的时候能够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出入口，能够注意安全。那因为这也是属于啊我们小阳国小，那么有小朋友啊进出的情形，那希望说也呼吁大家啊在这里在出入的时候也都注意安全，那骑车或者是开车也都能够慢行。为了提升在地学生的通学安全，苏西乡公所就要在西边的校门建设防网线，来警示用路人才有一个出入口，停车要放慢速度，小心来通过，来降低车祸事故率。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沙西彩虹报道。后来重视交通安全的，也阁有这个河滨的完美里有几啊条道路年久失修，路面破损比较真严重，甚至有路段是点啊高，拢变成碎裂的石头。管理员林宗翰接到里长等人的叮咛，特别邀集到管府公务处的人员来到现场会勘，争取路面的改善工程。河滨完美里有真侪条的巷道年久失修，路面被开破损，影响用路安全，甚至有一挂路段是破到点啊架拢无去啊，满头卡拢是碎石头啊，非常危险。啊，不然咯，安尼吼，实在无啥安全，因为拢骑机车啦。就安尼看啊，这么的路啊。里面反映讲吼，这条路吼，足久无修啊吼，啊拢过裂啊吼，啊甲因反映吼，俺两个随。迄、那个高秀丽代副主席吼，伊就随反映咱中央议员吼，啊，就随来会勘啦，哦，互大家迄、那个一个行得安全啦。啊，因为里长规工拢伫装个咧运动咧洗吼，啊，伊马上反映吼，啊，请到咱啊议员吼，伊嘛真热心，啊，讲要来甲咱遮个路甲控较好咧，互咱居民呐，你运动个时阵，也是你行走个时阵有。更加安全。啊，因为这条诶，咱即个百姓吼，透早下晡吼，拢有咧运动，啊，路面有龟裂吼，啊，就属于讲吼，咧行吼，非常诶危险。
啊，即个透早上下课，学生囡仔嘛咧行，所以咱今仔日来会刊，啊，这条将近200米吼，啊，咱啊来争取经费吼，啊，要来甲完成，互咱附近的居民百姓吼，有一条安全通行的道路。关于林宗翰接到里长等人的叮嘱，特别邀集管府干部处人员到现场会勘，这个争取路面改善工程，提升驾驶人甲运动民众的用路安全。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清明要到了，就惊各公墓发生火灾，何必消防分队就甲何必镇公所来合作，针对着辖区内容易发生火灾的公墓，放一个取水站，提供予民众使用。并且来出动到空气机伫咧公墓区巡逻甲取缔，向民众宣导清明祭拜祖先唔通用火的环保观念。又过来到清明祭祖的高峰期，公墓火警兵团、火消防队员是真无闲。河滨镇长林基林特别前往河滨23公墓，甲河滨消防分队斗阵进行防火宣导。原则上不鼓励在里面用火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有火星的话，就是赶快用水带的水把它浇熄。哎，啊，原则上像杂草那些都是把它带回家丢的，不要烧这样子。听说啊，彰化市跟我们和美镇已经发生好几起了哈。那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啊，来我们公墓。来整理我们先人的啊这个坟墓的话啊，假如有割草，那我们啊每个公墓这边呢都有取水桶哈，啊这个跟啊袋子跟水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要不然啊发生火灾的时候啊，不只是人命的损失跟财产的损失，可能还会啊触犯到我们公共危险罪，所以呼吁我们的民众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清明节啊，过节的时间要小心这个火种。出动空拍机进行那个巡逻以及取缔的动作。那在这里也呼吁大家，祭祖扫墓勿用火，那环保又平安。那除草的方式可以使用机器或者是手拔的方式。那将拔起来的草带回家丢弃。那金子的部分。勿燃烧，可以采集中燃烧或者是以工代金的方式。那爆竹不燃放，烟蒂不乱丢。那最后记得垃圾要带走。那不要再让扫墓变成烧墓，那也不要再让祖先灰头土脸，违背了我们那个慎终追远的美意。张伟祥分队长表示，今年甲公所合作，在辖区内设立容易发生火灾公墓坑取水站，提供予民众使用。也呼吁乡亲清明祭祖卖用火，以做功德方式来代替烧金纸，环保搁平安。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中华县政府连续三年伫咧暑假举办着大专青年学生暑期共同的营队，今年预计哦招募着620名的大专青年，讲过过后带乡亲来去了解。老板，明天要缴货款了，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耶。我找到星光当铺，额度高，利息低。星光超好店，缺资金找星光，开播761-2222。这个网页可以信任吗？别担心，凯擘大宽屏携手世界级资安品牌趋势科技，打造网络守护家，四大功能全管理全防护，降低网络诈骗风险。全新上市，限时优惠，申办指定方案还享免费体验。凯擘大宽屏，你的守护家。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2月18。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正东方，好时是透早7点到9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续来看中华县政府连续第三年伫咧暑假，要来举办着大专青年学生暑期工作营队。今年哦，讲预计要来招募着620名的大专青年，和伫咧外地求学的中华学子，会当倒来家乡服务。唔呐，增加家厝内底相处时间，嘛来透过着进入各中小的校园，举办暑期营队的方式，发挥专长。增加各中小学生的学习机会，创造双赢。小学生用音乐甲舞蹈表演来预告，今年中华县政府将要搁招募620名大专青年，伫个暑假期间返乡服务。县长王惠美表示，今年编列3800万元的经费，让中华合作返乡服务，利用暑假期间唔呐赚学费甲生活费，让厝外求学的中华囡仔会当回来家乡，增加家厝内面人相处的时间。是希望我们能够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学习。那这中间有2个部门，一个是教育处，那就是让我们大专生回到地方，针对国中小的孩子，那来做相关的暑期辅导课程，那让他能够教学相长，能够呢增加自己的一个这个收入，减轻家里的负担，能够跟家人多一点相处，而且能够认识我们这块土地。教育处指出，今年是第三年举办大专青年暑期返乡工作计划，好将快合作伫咧县内各个中小学来举办暑期营队，发挥专长，可以运用他们在大学的所学的专长啊，来设计一些课程啊，让我们的这一个国中小的孩子啊，也可以去体会到啊，在一个不同的12年课纲之外不同的一个课程体验，那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大专生在求学成长的经验分享，也给我们的这一个国中小的孩子啊，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除了教育处有466个工作名额以外，青年发展处也有154个名额，案件已开始受理报名，6月7日公开抽签。多张新闻，丁山中华采访报道。后来，再来关心，为着要让学生将英文的基础拍好在，鹿港国际中小学积极发展着双语的教学。这学期哦，共有班级就甲林本的赤城县下期市第一中学的各中部，用视讯的方式，让两个国家的学生透过自我介绍，传送着明信片，建立着国际友谊，以及更加认识着了解两个国家的文化。国内学生拓展国际视野，鹿港国际中小学甲日本茨城县下期市第一中学各中部视讯交流，让学生伫咧轻松的课程当中了解外国文化。茨城县下期市的第一高级中学的附属国中部进行文化壁画交流的一个活动，那这个计划呢是由日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主办。它的宗旨呢，是在促进两国的学生针对共同关心的议题，以课程的方式来进行交流。那今年呢，我们的议题是以地方的交通为主。那我们已经在寒假的时候呢，收到日本他们已经完成一半的壁画，那我们利用寒假完成另外一半。那我们把呢，这个在鹿港孩子对于交通的一个想象跟一个期待呢，然后把它画进去。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日本的孩子在壁画当中呈现他们对日本交通的一个样子的呈现。那也同时透过这样有议题的交流，让孩子了解不同的文化，更可以增进国民外交与双语能力。咱台湾的学生也来介绍鹿港果子甲好食美味的两连锁，气氛是真欢乐。另外也来互相交换讨论日本甲鹿港的交通问题，可以透过视讯来跟对方讨论双方各地的交通议题，然后也能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让双方在永续城乡这个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那此外，我们有画明信片，然后可以交流双方的文化，然后还有透过视讯交流，我们可以提问想问对方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有问一题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有什么特质？那我们回答就是说呢，台湾人常常问对方假爸爸，那就是代表我们很亲近、很好客的精神。这次很开心，就是可以担任日本交流的种子学生，然后我们从中也学习到就是团队合作的重要，然
后也就是在过程中学习到怎么跟朋友沟通，然后解决问题，也在壁画绘制的过程中学习到日本的建筑跟鹿港的在地文化。透过专程营业实行交流，除了学生真紧张，这也是对学校老师的一大挑战。期待大家在过程当中展现人际合作的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也来建立国际友谊。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刘干彩虹报道。后来，乡亲来继续来看彰化市滨河国小早起欢喜迎接，按这个桃园市和景区原住民部落来滨河参访的义县国小的师生，按原乡来的小朋友一落车就马上和热情的欢迎队伍行到，两校的师生嘛借此机会互相交流，做回来学习。迎接太雅族部落来的小朋友，滨河国小学生充分展现热情，不但用歌声来欢迎桃园义县国小的师生，滨河舞蹈班的学生也来表演精彩的迎宾舞。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原住民部落来的孩子也很大方，说这间学校人很多也很大间，小朋友很多，还有学校比较大。义县国小校长表示，真感谢彰化滨河国小的邀请，予原乡的囡仔有见世面的机会，更加予义县的小朋友会当甲平地的囡仔做伙学习。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滨河这个地方来看看平地的小孩哈，跟我们的小朋友的交流哈。那因为我刚刚还跟校长开玩笑哈。那你们站在台上的小朋友就已经比我们全校的小朋友人数还要更多，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除了在我们附近区好去做表演之外，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踏出来。我们为了要让孩子有多元文化观呢，我们在用合唱的部分是用布农族的歌曲来欢迎他们，那我们也展现我们舞蹈班多元的学习技能呢，跟他们做互动。那等一下在除了音乐性的交流以外，学校的 5G 科技还有英文绘本也是我们的强项，那由我们舞蹈班的学生会带他们一同共学。滨河校长强调，义县国小来滨河参访，会当给双方的师生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唔呐，原乡的小朋友会当来这学习，滨河的囡仔嘛，同款会当借机会认识原住民部落文化。多张新闻，天下中华彩虹报道。连续举办十三届福建乡理事长杯自行车竞速骑慢比赛，决赛又讲伫咧河岸宫举行，四十多名选手组织做伙，看谁骑车骑了上界慢，休困一下，马上回来。大师，怎么样？不好，这里不好。这里不好，这里也不好。大师，那该怎么办？快办凯擘大宽屏啊！正所谓 WiFi 涵盖是王道，三台 Mesh WiFi 6让家中讯号无死角，全屋都能通。再享 MoBi 月约8，一G上网每月只要849。那如果使用上有问题呢？大师，还想快速叫修服务哦？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阿妈没有工作。第一首会有那个不如人。我曾经有一次在楼底下去，我一条安生路上，还冒死的弄那个老了。我们一定要给这些复原中的孩子一点力量，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陪伴弱势孩子们长出翻转生命的力量，帮助他们突破逆境，影响未来。台北大中华新闻趣味的画面来看，连续举办十三届福建乡理事长杯自行车竞速骑慢比赛，决赛哦，讲伫咧河岸宫来举行，四十多名选手聚集做伙，比看谁哦骑车骑了上界慢。
福建乡体育会嘛希望哦，透过这个比赛，甲自行车道道啊骑的观念，带予每一个学童，好骑自行车的行车安全受到大家重视。预备，开始。比赛开始，囡仔仔、囡仔仔骑着自行车，想办法道道骑，愈慢愈好。原来这场比赛不是要比谁的脚踏车骑得紧，变作是动上久的会当得到冠军。今年福兴乡体育会自行车骑慢比赛，那么已经办了，今年是第13年哈。那因为这个活动，我们得到我们所有学校以及这个老师们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们在各个学校，我们都已经先办了7场的这个初赛。那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各校的各组的前三名，那来这里要做今年度自行车骑慢比赛的总决赛。那在今天我们要录取各组的前八名，那么前三名我们各会颁发奖牌、奖状以及脚踏车一辆。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趣味的团体赛，那由各个学校之间来做一个趣味的比赛，那我们也将择优录取前四名来颁发奖杯，来感谢他们。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推动我们福兴乡体育会这个全民运动，让我们福兴乡也能够走进一个健康乐活的这个社会。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个活动，可以去让小朋友知道说现在的马路如虎口，那过马路一定要停看停，尤其现在是福兴鹿港地区我们晚上比较暗的关系，那也希望所有我们大家要晚上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手上有手机也要记得打开手电筒，因为我们这边的灯光路线路灯比较昏暗的关系，也希望所有大家在过马路都可以记得要停看停。谢谢我们福兴乡体育会的连理事长哦，已经连续办了13年的脚踏车骑慢比赛哦。那这个比赛非常有意义，第一个是培养运动的精神，就是不放弃；第二个是宣导交通安全，在路上怎么样去让，在这个路的安全上能够注意一下哈。其中骑三文化的囡仔兄表示，伊参加这个骑慢比赛，骑着四台脚踏车咯。这个骑慢的技巧，就是要垫后轮的档啊，来保持平衡。按后轮刹车，不要按很大力，然后保持平衡，然后那个转弯不要转到死，就不要不会倒。福兴乡体育会连33年举办自行车骑慢比赛，自行车骑紧，人人拢会晓，但是要骑慢，煞要有技巧。也来提倡学生遵守规则，确保骑车安全。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彩虹报道。来看中华安顺太子诸神功德会协同着分分乡在地企业甲分分乡公所，连续第六年哦，举办着爱心送暖的关怀活动。今年个盛大举办着联欢餐会，邀请乡内300位独居弱势家庭前来用餐，以及发放着慰问金甲民生物资。爱心关怀活动一开始，分乡上代社区团体用表演来插入气氛。福气关怀爱心活动的企业主讲，身尽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家己自从开始从事社会关怀活动了后，原本无啥好的身体就愈来愈健康。因为我有破病啊。慢慢身体愈做善事，身体愈好，所以有这个法院来做这个工作。分行乡长代表乡内接受帮助弱势乡亲，感谢企业的无私，唔然后弱势乡亲会当享用一顿大餐，佫靠慰问金加民生物资。平常时咱当领就是都有咧办，但是吼，咱董事长伊讲伊办的要甲人无共款，伊希望就是讲，唔是干呐发放物资红包，伊嘛希望讲第一，今仔日。像这种活动会当有一个表演活动，让因的残暮的这些独居老人，也是这弱势，拢会当欢欢喜喜，而且吼，咱有一个慈善餐会，让因当食一顿烧吼，来照顾家，希望吼，为分行开始，传家每一个全台湾每一个所在，咱董事长真正吼，有用心，真正有爱心。林世明强调，乡公所会助社会各界帮助弱势朋友的善行甲爱心，是予分乡进步的力量。爱心接力，无私奉献，相信分乡一定会愈来愈好。
大众新闻天上云云彩虹报灯。在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93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15.1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关菜上价18.1元，中价14.3元，下价11.6元。菜粿上价50元，中价44.7元，下价30.5元。富贵上价92.6元，中价62.6元，下价53.3元。我上价37.5元，中价35.5元，下价22.5元。叫我上价40.9元，中价23.4元，下价18.0元。甘麻豆上价43.7元，中价29.5元，下价15.6元。金龟上价31.2元，中价30.5元，下价28.0元。黄梅上价25元，中价24.3元，下价19.4元。高丽菜上价16.6元，中价12.6元，下价8.6元。白菜上价42.7元，中价34.5元，下价20.0元。包心饼上价28.4元，中价17.1元，下价11.3元。青菜上价54.9元，中价39.6元，下价23.4元。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环境风场透东北东风到偏东风，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更是一个普通的等级。另外，在天气方面，受到大陆高气压的影响，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早晚的天气较凉，温度会降到16度至17度。那咱中南部地区无受到影响，日时温度也是较温暖，早晚的低温在20度以上，日夜温差大。在大众化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怎么办才划算？凯擘大宽屏娱乐满屋2.0再升级，宽屏上网只要999起，多项精选3C好礼零元任选带回家，还能加价升级 Switch 等好礼。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哦，你有困难你再跟我讲。哦，哎，这个厚薄度很棒哦，要小心你的手。好，没问题。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
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 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美的彰化，引领观众探索各行各业的百态人生。